如果你的朋友是一个拉翔大王，他每次都会把翔带到你家来拉，而且还会堵住你家的厕所，这你能忍受得了吗？更可怕的是，他拉的翔还会吸引来大便杀手。好的，那么本期视频我们就来玩这款大便杀手二啊。这个系列游戏呢，一共有四五部作品，它这个感觉是一部比一部更加离谱。好，那么第二部呢，看上去是在一个人的家里面。好的啊，游戏开始了。这是我的家里面吗？我是睡在这个板板上的。先看一下这个房间，这个房间像是一些网红的直播间啊，怎么还有紫色的光？然后里面种了一些奇特的植物，但是这个植物呢，可能不方便在视频里面跟大家说是什么啊。好像到处都有哎。哇，这边也有吗？这个植物呢，我们就用金克拉来代替吧啊。金克拉啊，这边这怎么出不去？哦，这是走廊，那这就是大门了。这里是客厅吧，先看一下旁边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厨房？哦，厨房也连接着客厅。这个兄弟，哎呦，他是我的同居室友是吧？他应该是在抽这个金克拉，顺便看看这个是恐怖电影是吗？电视还可以关掉。哦，对了，这个游戏我都没调画质的，哎呦我天！我就说怎么感觉完全有点不对劲啊！这个植物啊，金克拉种植。那现在我应该做什么呢？这边放着很多金克拉。哦，来了个人，他说他想要五克纯净的能量啊，是不是这个东西啊？你要五克金克拉是吧？来，兄弟，金克拉收好。我们也没办法跟这个人说话啊，但是我知道，是有人在敲门吗？我这个朋友他在看恐怖片，他也不理我们。看一下谁在敲门。这个 Marco， 哇，什么姿势呀？你要飞起来。哦，他也想来吸收金克拉能量啊。来吧，这个贾马尔已经醉了啊。他说他要上厕所，很急。这个 Marco 他不是第一部作品里面那个拉翔把厕所拉堵的人吗？他总是到我家来拉。他让我放松点，我只是想来小便。好吧，那我就放你一马啊，让你进来啊。哎呦，你这走什么走路姿势啊？哎，走这么快，哎，你说你只是来小便，怎么直接拉在走廊上了？这熟悉的感觉，还是这个喜欢 B-box 的家伙啊！哎呦，我的天哪，这次真的，你说你只是进来小便，我才放你进来，结果你给我来这么一出，哎呦，脸都憋红了，天哪，这个人不忍直视。这格又堵住了是吧？哦，看看你干的好事儿！天哪，你这拉完了，你一点公德心都没有吗？我这个朋友他好像也不管他。该死的马可，你只是说你要撒尿的呀？你把我的厕所给毁掉了啊！他说不行啊，我就是需要拉个响啊。Oh, you son of a bitch, Marco！每次你都来把我这厕所拉堵，我们需要把这个翔弄出去啊，因为有大便杀手在外面。大便杀手，哈哈，真有趣！你是不知道，你上次拉翔把别人给害了，这次我感觉主角两个人可能会被这个 Marco 害死啊。这是真的吗？他头上戴着马桶面具，然后往人的脸上扔巨大的翔。天哪，你吓到我了！那让我们把这些翔给扔掉。哼，这与我无关。我会把那些翔放进桶里，然后你去扔。好，我去放吗？好吧，他说他会扔掉的。
你的意思是让我去给你放？天哪，我这上辈子是做了什么孽呀？来给你后面擦屁股，这个桶就在这儿，按 Q 键可以把这个屎拉起来。天哪，哎呦，这个我们不要把它当成翔啊，它这个东西呢，它是一种新型的巧克力烤肠啊。来，出炉了，兄弟，来新的烤肠，你怎么不吃呢？你看你这个脸色，印堂都发黑了，肯定不会有什么好事情啊。来，看看你的新型烤肠 ，Marco， 这都是你烤出来的啊，还是热的。哦，他现在就去把翔给扔出去，行。哎，这个直接就穿过门出去了，好吧，这一坨香拿的，哎呀，旁边这个人都没闻到吗？看看，他也要三个金克拉，你这香拉的啊，影响我做金克拉生意啊，谢 bro。 还有人来吗？哦，有敲门声，来看看，这个人你也是来买金克拉的啊，他要五克金克拉的新产品，来吧，怎么都喜欢种地啊？他说改天让我们一起玩一场。还有人吗？哦，又来了一个，这个人衣服怎么这么脏啊，像丧尸一样。他要一克啊，强力的金克拉。来，诶，这边还拿不了啊，来拿上。他会不会突然消失啊？哇，这个居然没做到他直接消失，因为我这儿也只能看到这个角度了。又来了吗？哎，看一下这个。哦，我可以看到我自己，这个镜子居然可以把我自己的面目都照出来啊！看我的头发啊，头上一条一条的啊，杀马特。他也要五个金克拉，你看他衣服上都印的金克拉啊，所以说我们这主角就是在家里卖金克拉的啊，那可能下一个人还要继续来。哟，他怎么声音这么大呀？就是一小时之后 ，Marco 还没有回来，我要跟这个 Jamal 谈一谈。来，怎么他还没回来呀？他说让我们坐下来抽一支好金克拉，然后再看电影吧。但是我还要卖金克拉呀，我这 Marco 还没回来呢 bro， 放轻松点 bro， 那个家伙肯定在吃东西啊，他这个胖混蛋啊总是不停的吃。那如果他被抓住了怎么办呀？他说这个大便杀手不存在了，只是哄小孩的，现在都不知道该干嘛，就一直在家里卖金克拉吗？来了一个，这是个警察？这是个警察吗？这个你是来调查的吗？哦，他也想要两克金克拉，行吧，我以为你是来干别的啊，没想到也是这件事儿，那小意思啊。怎么感觉这个游戏里面人都不正常？警察也买了，现在该干嘛呀？哦，电视机变了啊，他说我也想来两根金克拉，现在好紧张啊。因为警察刚来了嘛，确实紧张，怎么感觉都绿了呀？是进入那种金克拉超凡状态了，可能真的很烦。又是一小时后吗？由于吸收了金克拉，可能状态并不是很好。Marco 也没回来，现在该怎么办呀？感觉这个朋友他只会在这抽金克拉，一点用都没有。哎呦，这边，天哪！大便杀手是真的，我得去警告我这个假马尔。快，他说看起来有点害怕啊。我跟你说 ，Marco 死了，在我们的那个厕所里面。真的呀，他真的存在呀。真的，你过来看看。所以我带他去看一下这边。他好像已经神志不清了。你不知道浴室在哪儿吗？是不是要我给你带路啊？快看快看里面是什么。天哪， What the fuck， 这是真的呀，
那这个大便杀手可能要来找我们了。我也没有乱大便呢。哎呦，直接来了，他又是这招，哇，又是这个巧克力法棍，又是慢动作，哎天，怎么办？这招该怎么躲呢？怎么办？哎，哇，居然躲过去了，这是黑客帝国吗？天，故技重施，你怎么不躲呀？哎呀，他抽了金克拉，可能反应变慢了。哎呦我天，混蛋呢！这个假妈被他干掉了，就是一坨翔。哦，还有人来，他还要五克金克拉。你不知道这边有杀手吗？你还敢来？他把 Marco 假马尔两个人干掉了，也算是为民除害了。哎 ，shit， 好吓人呐！怎么了呀？这个灯也打不开了。怎么？完了！家里面到处都被涂了翔，我出不去啊！怎么办？这里到处都被涂满了翔。这边呢？哎，这个地方居然没事儿啊！我想走，却走不了。我也没看到他在哪儿啊。嗯，这个地方有张照片，然后这边旁边放了个巧克力法棍，可能是在祭拜他。嗯，他在哪儿啊？哎呦，你没冲掉翔，现在你要付出代价了。哎，我现在可以有选择了。第一个就是用金克拉的力量反击，第二个呢是逃跑。这应该是两个结局啊，我先从第一个开始。怎么办？我用金克拉的力量进行反击。哦，我要用金克拉的力量。怎么样？我们这主角印堂发黑啊，感觉不会有好事儿。怎么样啊？哎，哦，大便杀手居然有表情，我以为他就是个马桶头。哦，就是这样吗？怎么大便杀手也被改变了呀？他开始也吸收金克拉的能量了。好吧，那这是其中的一个结局。来了，我又来了。这次我们来第二个结局啊，第二个结局是逃跑，逃跑，我投降，但是我要，哦，他在这边，投降，我投降，我手上要是有翔的话，我投到他的脸上去啊，你看他怎么不动呢？救命！但是我走不了，这是最离谱的，他的速度好慢啊，怎么办？我投降。哎，他来了！想要逃脱大便杀手是不可能的啊，所以说我们要铭记啊，在上完厕所之后一定要冲大便啊。那么这个应该是第二个结局就结束了啊，包括马可，还有这个贾马尔，还有主角，他们三个人都被大便杀手干掉了，状况非常的惨，但是也没有多惨，太搞笑了。那么本期视频这款大便杀手2我们就先玩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